现实和梦想之间充斥着不可预测的苦难，笑着穿越它们，是人生必须要有的勇敢。与您分享严歌苓的散文《彼岸》。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4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6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24、25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份子。坐下10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机订在一块儿。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都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因为从他打鱼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2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5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的输送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200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900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老公手里只有200块美金。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鱼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2个。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海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3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妖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10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妖叔。就是那样的3年，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至于打鱼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他豪气的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怎样挥霍？到小馆子里喝啤酒，这就是他的挥霍。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当然呢，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他，在他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的出海打鱼，900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点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购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里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农机旧了坏了呢？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鱼。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不怕。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4-5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3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妖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生活里无尽的坎坷与悲伤，或许只是撬动幸福的支点，凡事没什么大不了。但无论前方的路有多远，你都必须相信，
唯有内心的清明，能将眼前的迷雾驱散。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收听更多主播音频。我是朝雨，明天见。当你累了倦了，停下脚步，揉揉眼睛，望望大海，刺都忽略那琐碎的停泊，只注意泛着光的波。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有生命会随时间坠落。问问自己为何无法触碰彼岸，是不是你的心里隔着海。事情无法去诉说，对的人早就该想到的，不要强求某一种生活，老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的。我们厌倦了无谓的等待，却还在眷恋着期待，直到有一天变成一颗尘埃，才明白自己想要的未来。我们一直在泪水中寻找，却总在微笑中找到答案。哦，那就用微笑去面对整个世界，那片海原来会通向未来。错的人，就让他走吧，豁达一点，不要残酷地离开他。记得你曾经是那样的深爱，剩下的，让他去留给未来。